手上捧住呢幾盒係咩嚟嘅咧？大家都熟口熟面啦，就係、是、貴族之星 ACME 嘅膽啊，有211啦、805啦，同埋300B 都係客人訂咗嘅。咁點解會突然間訂咗咁多膽咧？就是、因為上星期啦，我就為了迎接消費券啊，所以將個價錢下調咗少少。因為平時買 ACME 嘅功率管咧，係應該一對係過5000蚊嘅。咁但係我哋消費券得5000蚊，係咪？所以我一律咧就下調到呢個4980，即係超過5000蚊嗰啲咧就減到4980。咁所以嚇、我未拍片㗎，有朋友可能 search 到啦。咁上星期四定係五就落咗單，咁啊今日禮拜一咧就到齊貨，咁我交俾人，順便咧就攞住啲盒嚟拍下片咁解。咁喺我網店度購買咧，有兩個保障啦。第一就係我會幫你打開睇一睇 ，check 下支膽有冇問題啦。因為之前我真係試過一次係落到嚟爛咗啊啲膽。咁如果你自己買就冇受報啦。爛咗嘅膽我梗係唔會交俾你啦，係咪？咁就算我 check 咗冇問題，你拎到翻去用7日內，如果有故障嚇，啲雜聲啊 click 卡炳嘣咁嗰啲咧，我都係會有壞包換噶。貴族之星呢個 ACME 系列咧，係一個最貴嘅系列，仲貴過福克西電嘅。咁但係佢嘅做工啊、聲效啊、體積啊，都真係係最頂級嘅。佢體積係好大嘅，佢比一般嘅其他或者古董管啊、其他管都係大支啲嘅。啲805啊、300B 好鬼大支嘅。咁如果你係想試下換對 ACME 系列試下味嘅，我自己就非常之中意啊！我用得嘅都用緊㗎啦嚇。咁啊，型號包括 300B 啦、805啦、845同211，其實仲有 2A3 同埋 274B 嘅呢兩個型號咧就平少少啊。頭先講嘅 300B、805、845、211咧，現在全部都係4980蚊。一對，如果你是有興趣的話，可以上我網店看看。我給大家看一些東西，怎麼為之兩支膽碎了呢？很慘不忍睹的畫面，尤其玩音響的人看到這些會哭的。有一次我就代客人訂了一對膽回來，看到這樣，我立刻通知個廠，叫他補一對完整的給我，這對我當然不交給客人，是吧？我自己吃了它放在這裡。我不是真的吃了它的，因為呢在這個疫情過後，我拿上去是可以 claim 的，不過不知道等到什麼時候。